名男子日前开启路隐形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，却遇到一辆抢快汽车未停，让行人快速冲过来，男子瞬间吓到向后摔倒，不料驾驶不予理会直接离去。之后男子到警局检举驾驶，并将影片分享到网络上。针对网友留言质疑，男子也出面解释。转弯遇见行人站在斑马线上，驾驶停下礼让行人，行人走到一半看见号志红灯，又折回站在斑马线上，驾驶担心遭人检举开罚，就这样等了1分多钟。如果是你，让还是不让？